面对亵渎者的萨拉爵士。数学两个都够烂了。金门我知道不干谁。盾门啊，我刚刚正好派了个盾门，我正好转不过来。有点延迟。上面带，上面带。Grace， 我都说了，往下面带，往下面倒下去，倒下去，对，敢倒。啊，大雁，给自己盾。击败了我最强大的顾问，但是没有人能战胜鲜血之锤。刘哥，我确认一下，刚刚那种就是他那个火球术的话，就是我们开盾挡的那个技能，不管是低层就都直接开是吧？血债血还，直接开，直接开是吧？也不看低仇恨了是吧？什么意思啊？没听明白。就是防骑士是低仇恨啊，那那个盾我开不开啊？我盾牌技能用不？开，留着干什么？OK， 开就完了。那个 CD 是多久啊？转的过来，三十秒。好像二三。每次点岩爆必有，但是其他时候不能开。我求你别开，开岩爆就是他知道是他有盾的时候嘛，知道吗？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就那会儿开，因为那次断不了。对。那次如果节奏跑都在打就算了。三十嘛，女人三十嘛。Sindori 是不可战胜的。我今天目前看来不是特殊情况，不准备换人。大家认真一点嘛，每次换人 刚起来都等于陪太子。你慢一点啊，我卡西冷战。一波太失望了，知道吗？刚才我表现太失望了，连自己该干嘛都不知道。昨天打了这么久，干得不错，看来你们有能力挑战我的。Annala la Valore。但是那把也是完美进的，对，也是完美进的。艾姆，你武器都没带，刘兰不要输出了，要了。大雁不要输出了 ，P 一到 P 二单体职业都不用打的，留战斗资源 ，P 三才是抢时间的时候。暗影魔 CD 一定要留着，你第一个怪可以放暗影。P 三开始就开始抢输出了，你打得越快越好。P 二无所谓的。你们看，我的个人那个小小一会儿去五队放个法槽，五队放个法槽，直接放就完了，现在直接放就完了。慢点，打坏了，好像是欧了一个，啃到你欧了一个，操！棍他妈又欧了，很叫准备群嘲一下，往后面拉一下，学过加一下，学过加一下不？好像还有个是 OT 的。
换血减盾，换血减盾，一三左，一三左，二四六，法叉叉五是吧？把你换回去。也许我确实低估了你们，虽然让你们同时面对我的四位。左边怎么没人呢？左边，左边。别都站在那边，不然他妈的一过来你们都要动。公平的待遇，我只是以牙还牙。哎，我操，这么没钱，我是大熊。这个是帕拉丁，哎，用不着了，顶着，不行就开技了。别跑，开技了，加他开盾。开盾，你要死了四成啊，不行吧，盾墙开了都行啊，给他个保护祝福，一杠四快点，不然加不上的。 OK OK OK， 点掉点掉，换回去。阿爷闪避，来左左上角插我图腾嗜血骷髅。我失败，这把 TBC 刚回微信去了，刚回微信去了，没看到。你这个位置会失控了也不错。防骑呢？防骑呢？法杖，孩子上了法杖。我不会。直播是直播。这边要去挂女的衣裳了，阿岩去了，商量他去了。我去挂那个狗哥，帮我把凤凰拉出来一会儿，误导给我。有些时候，有些事情真的必须得亲自解决才行。接到了。服从我的意志。圈圈圈，那边圈。进圈进圈，三十码三十码，骑骑骑骑，四杠五不到 buff， 四杠五不到 buff， 四杠五不到 buff， 进圈打，小子进圈。Four, three, two, one。服从我的意志。来，准备转弹，准备背后，弹血刷一下，稍微吸血，转弹转弹。太阳之名，走开右边。我号令控控控，先控了。开盾啊，注意开盾，当前。大招 Grace 地上有火 ，Grace 地上有火，那个 Grace。Grace 啊 ，Grace 啊！说了那个他妈爆炸了，地上有持续伤害的，来准备转弹，配合准备，来，骑士去圈内，我求你们了，靠近 boss 啊！前面只有两个踢了，一控就没了，打 boss 啊！圈内靠近，凤凰左边出。开盾啊，注意！开盾啊！开盾！断掉，断掉！我操！救人！还有几个 T 二前面？我两个 T 三炮追仇的最快点，我怕他被控了，知道吧？啊，三炮援护，三炮援护。我一直在援护。夺火，夺火！地上有火的，不要踩缝线了，不要踩缝线了。转弹，准备转弹，转弹，转弹！右边，右边，右边。服从我的意志。
刚才说了，齐大圣给我进圈会星空踢的。除了那两个法师给我进圈，行吗？让开！不是狗哥，你他妈还不让吗？我去你妈的！真的，刷我一口，我没盾了，是吧？这他妈！哎，火火火！搞小了，真的是！这凤凰他妈出来烧死你了，你他妈躲开呀、啊！战斧好了吗？沃夫，战斧好了吗？听我号令。OT 了，手心刷团刷 OT 了。出来出来，往左边走，两个法师让一下，两个法师让一下，汇报，让。准备转，准备转，准备转，后面弹准备转。救人，先转。夺火夺火，这凤凰不打。这狗哥又死。有火，地上有火，大雁，大雁。哎，捅我一下，捅我一下 ，CY。我没气了，哦，有气有气。打 boss， 打 boss， 打 boss， 刚刚好，打 boss 就行，打进去，打了50%。哎妈的，高小。咱们先不要刷血了 ，OT 了。进了进了，来把凤凰点掉，把凤凰点掉，继续打，不管那屁的，小心要爆炸，要爆炸，来点掉，下来继续打 boss， 一会儿吼个攻墙，吼个攻墙，吼了吼了吼了，没吼不到，没吼不到我，我过来吼，吼到了吧？过一星会吼到吗？我的我的二十多。哎，团血刷满，他们快耗血了，赶紧把团血刷满。前两个凤凰都不打，直接打 boss 就行了。你们靠近还是进圈？这样我是凤凰好，凤凰好拉出来，你知道吧？你不用躲的。凤凰出的火一定要躲。覆盖好法杖啊！覆盖好法杖，落地阶段一定要落，一定要覆盖好法杖。And now I know Belore。让开呀，让开呀，凤凰旁边的啊，准备站位啊，落地飘起来，落地马上飘起来，往外面走，没人的往外面走，吃糖吃大红，吃糖吃大红，刷上来，往外面走，打 boss 就行，打 boss 就行，打 boss 就行，躲黑云，躲黑云，躲黑云，看着云秒，看着云秒，躲黑云，刷上来，能不能刷上来？该能绷带绷带一下，打 boss 就行。凤凰的仇恨应该是半仙，半仙一会儿往外面走，找我就行。半仙往外面走，你刷团，半仙刷团。以太阳之名，花舞别刷他，别刷他，这里有个凤凰，我他妈要接一下。小老虎火。准备转凤凰，准备转凤凰，在右边，在右边有个残血，断下断下。小小手心出来出来，快点！哎，不转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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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打 boss， 打 boss， 打 boss， 不转了。还有15秒，新凤凰那个现在谁哪个贴三炮？准备拉新凤凰，拉新凤凰，拉新凤凰，听到了吗？带出来，自己躲开。喝药，喝药。那个小小手心，别急，别急，别急，继续打 boss， 散开。失血还有多久？出去，出去，出去，把团也刷上来，吃大红，吃大红。升天，升天，骑士升天。失血还有多久？不知道，我操了，我帮半仙抢个仇。失血还有多久？失血2分钟，还不行，落地了。哎，我抢不到半仙，仇恨太高了。你跟着我，跟着我，跟着我，和打那柴大狗一样。新凤凰带出来三炮，带出来。不打了，我接了，我接了，全力断血 ，TBC 不够了，现在。我操，
这个奶奇仇恨。你开盾切，开盾切，三宝开盾。开了，开了，开了，开了。等你不要上仇恨，半仙一会儿把仇恨吸在身上。这个蛋也不打了是吧？不打，不打了，不打了。TBC 不够，今天吃饱太差了，就一直都不打，全力抓血。嗜血，嗜血时间。我操，我被那个了。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半仙的仇恨，你赶紧进去一会儿，赶紧进去，赶紧进去接，赶紧进去接新的。赶紧进去接新的。活活活。接新的，接新的，拉出来，拉出来，哦，没事，上天。保线，保命啊，保命，打 boss 就行。有有有好，有好，有好，别被电死了。操，那么多人。半仙出来找我，半仙出来找我，你出来找我，你和我站在一起，疯狂刷团。给激活有没有？激活有没有？给半仙激活有没有？激活有没有？是。操了，半仙没蓝了，要不然去死吧，半仙。不是你这波死了，凤凰仇恨没了，我日了！你别死，你别死，你跟着我，你死了仇恨没了，跟着我，过来跟我，外面，过来跟我。打 boss 啊，全力抓血！有机会啊！视野好了，直接开啊！好了，直接开！减速！我操，抵抗了，减了，往下面走，凤凰给我拖出来！里面自己躲凤凰，自己躲，没办法了。我拉了一个，另外一个没法拉了，我估计去拉。没事，半仙他没来吸仇恨了，我跟你说，你们必须要把气活给你。Rush 有机会啊 ！Rush 加油，兄弟们，加油！百分之五，加油！嗜血好了，开啊，全力 Rush， 有激活直接给半仙。你们刷团，我盾墙了，你们刷团。我来，半仙，打不死你吗？上天了，别摔死了！继续打 ，DPS 游起来，继续打，别电死了！继续打，别电死了！继续打，别那个啥！我操，法师别死啊！法师助手，我求你们了，我死了，把盾打掉，100%。DPS 不够啊，现在。盾80000伤害，那个半仙，半仙刷掉在那盾，活着，先活着。现在活着，半仙还得出来，你们一会儿斩杀。别被弹就行了。别被弹，分散就行。哇，怎么不会1%吧？我操了，把厄运上一下吧。1%，半仙你还得出来，仇恨全完，半仙死了是吧？怎么仇恨变花五了？花五你得出来，你得出来。花五了。操你妈！我操掉了没？我操！还管那么多凤凰，进去就斩。哎，别说，你妈的这。变种残杀狗，我操你妈的！不是刘哥，我就想问一下，我们是不是首杀？应该是。国服，国服是肯定是，其他人和我们差得远呢。我感谢恶霸熊仔兽的飞机，感谢恶霸熊仔兽的飞机。我操了，感谢周周的飞机。国服是刘老师，你这兄弟拿吧。啊、你两件套了啊！别说了，衣服肉一波。感谢恶斗的九架飞机，感谢恶斗的九架飞机，感谢。感谢晚上不睡的火箭，感谢。